韩梅梅最近迷上了三国演义，恨不得要嫁给曹操。哈，那她不爱李雷了？也许她更爱曹操吧，谁知道呢？你看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请问，在对话中是谁来了？ A. 李雷 B. 曹操 C. 韩梅梅。各位选手请作答。在对话中是谁来了？是谁来了？韩梅梅、李雷、韩梅梅、曹操、李雷、曹操、韩梅梅、曹操、李雷、韩梅梅。答案都已经出来了，请判定，请判定。谁知道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什么意思？子如，据我所知，这个故事是来自于《三国演义》，描述的是汉末时期，战乱的时候，有两个军阀，一个叫李傕，一个叫郭汜，他们一直追击这个汉献帝。那么有人给汉献帝推荐这个曹操，说曹操的话肯定会把你救过来。那么曹操迅速的到了战场，率军把那个汉献帝救过来了。所以说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曾子如同学，这个典故他简直说的是完美无缺啊！把这典故说出来。等于是还说着没去找曹操，曹操就来了，就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，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事儿。但其实这个问题在于它的引申意，不是说曹操，它是一个比喻，用曹操来比喻这个当事人。这不是曹操到，是当事人到，所以谁到呢？这里边就是韩梅梅到了。